篮子系饲养法是把鸡放进篮子里，并把篮子绑在树上而进行饲养。适用于此种饲养法的树木应是多年生植物，尤其是一些果树，例如椰子树。篮子饲养有四个好处：一、节省购买养鸡场的开支；二、节省买化肥开支；三、利于树木生长；四、使鸡心情好。